你是否觉得上课让你头皮发麻？啊，要上课了！哦啊，我头啊，头皮啊，不行，要上课啊，要上课了！哦，你是否觉得上课让你想要撞墙？油桐神可以帮你。油桐神，你真的可以帮我吗？啊，我要上课了，上课让我好伤心哦。来，乖，油桐神真的可以帮你。来，我教你，首先呢，你要先去跟学校领取。不用上学证。嗯，我领取好了，不用上学证。好，现在呢要来签名。好，签名时间。这个一定要签真名啊。就是你要打电话给你的老师说你不要上学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李油桐老师吗？哦，好，那个我不用上学了。好，最后一步要炸了你的学校。完成，下一步就是 WWE Champ John Cena。 好，现在学会了怎么样不去上课了吗？好的，那么祝你放四天后上课愉快吧，拜拜。Shout to all my boss boys.